大家好，我是 DJ 包体设计 DJ Designer Jason。抱歉，昨天太累了，日版 news 出完了才起床，所以这些 news 比较特别，也会要等到台版 news 出完才会有影片。所以上片的时候应该快11点多了，那我们赶快开始介绍吧。那第一新关卡提婆达多回的出现，附有情有陨石单向雷射 M 毒扩散八任气弹，还有传。全敌贯通锁定冲击波三，降临时间为4月10号晚上7点到8点59分。那第二奇魂的关卡新增 HP 乘以2的道具，比较没什么用。第三，4月3号中午12点以后呢，将抽弹的用时抽弹的五星几率从8.4%提升到12%，佛心公司的举动了，真的是。第四，4月3号到4月15号的期间呢，首次实抽五星出现几率提升至14%，主要是只有首次哦，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呐、特别是跟我一样的非洲人，果然是真的佛啊，这是超多那些福利活动。那第五，春季的特别抽蛋活动。4月3号凌晨4点到4月15号凌晨3点59分，活动期间有机会拿到超春玉啊，请看上图。而每一颗这个超春玉就可以免费10连抽一次哦。活动期间将会能在以下抽蓝地转蛋，包括新 set 啊、激兽水祭、然后木祭、真英雄祭和兽神化论，总共6个。但是要注意，这个超春玉的几率呢是不会和首抽几率提升叠加的，但是也不会消耗到首抽几率提升的次数。那我们到第六，一个剧场版的 Bingo 活动，那相信都玩过啦，一样是做任务拿奖励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活动由4月3号晚上9点至4月17号的中午11点59分。那第七，怪诞会员的免费体验啦、在4月3号凌晨4点至4月10号凌晨3点59分呢，就会有以下的提升。那包括怪物域点数上限提升啦，每天免费回复体力一次。那还有一个限定称号啊、边框等等。最重要对我来说就是可以保存两个关卡，还有一天魂器获得上限提升，多人时可以拿 XP 更多、就还有任意设置这个探险点。那第八，霸塔以及东霸塔的体力减半哦，那它出现时间为4月7号中午12点到4月25号中午11点59分，不要忘了哦，这个总共大概有100多颗石头，还有各种的道具啦。那第九，征服活动，那以前有过，不过这次真的是有过多的，详情就看一下图片，那记得注意这个活动时间啦。第十也是最后一个，我们的天虫云兽神话，挺帅的一只东西，不过没有反射力量型，被动是扫雷 M 龙杀 EL 圣骑士杀 EL， 大招是一个1阶8回2阶16回的乱打击飞，友情是双向垂直雷射的，不是双向。双重垂直雷射 EL 以及富有情的超裸雷，就是五针的专武了。然后以上就是4月2号高档注 news 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全字幕影片，记得按个订阅和喜欢。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